定相信，不管我在外面有多累、多烦，只要回到我们的家，我就能卸下所有的防备，不用思考，不用算计，在你身边，是我唯一能自由呼吸、没有压力的地方。现在一切都没有变啊，你工作累了就靠着我。爸，如果有任何状况，我们一样是一起面对啊。只是，我现在需要一点时间。都不一样了。以后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会开始怀疑。我不想看到自己变成那种斤斤计较、患得患失的女人，所以到此为止吧。我不想再为难自己，为难你。子欣，我们就这样分开了，你舍得吗？有舍才有得。顾总，让我们好聚好散吧。比起之前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整天提心吊胆，现在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不是很好吗？没事的，韩之心，没有顾兆轩，日子一样过得下去，你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是的，我不要无理无面的煎熬。如果爱情是没有终点的圈套，要不要就不要。